这房子那么破，那么破，我要整理，我整理的费用要20几万，啊、哦，那你现在要拆我，我再花这个二十几万下去，值得吗？殷宝康是住在高雄的第三代，当年爷爷从安徽来到台湾，原先他们有过2间房子。但因为际遇的不顺遂，后来他们买下了在拉瓦克的这间房子。母亲在这里做起小生意，却也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现在这间房子是殷宝康和孩子遮风避雨的地方。没有错，你说这个地是政府的，啊、哦，你要为了高雄的建设，你要拆除这边，我们也不反对。问题。我们在这一块地，好、哦，我们住在这里那么久了，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好、哦，跟人家购买过来的，最起码今天下雨，台风来了，还是怎么样，我还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嘛。那你如果说，我现在讲实在的，我还有一个孩子要带，我孩子才。今年才国中一年级，那我今天我讲实在，在外面租一个房子，随随便便啊，没有，你说套房也好，套房最起码要6000以上啊，是不是？那我带一个小孩子，我在外面租个房子，啊，带开销，我一个月要最少也要2万块。今天会来这个地方，一定就是说，我们做得不好才会住在这里嘛。你政府说要来拆迁我们这边，我这边你才赔10多万，才补偿我10多万，我拿你这个10多万，我要去哪里？所以他赔偿的问题，我不晓得该怎么了。有的赔到90几，啊、哦，他说有砖瓦，我也有砖瓦。瓦也在旁边那里，我可以给你看啊，对不对？为什么会没有瓦？因为我这个房子老旧啊，啊，我做生意我不能给人家看到那个丑陋的一面啊，我就用那个梅尼亚邦嘛，我就把它装潢过嘛，装潢过你就看不到瓦片了嘛。那现在上次台风来啊，整个那个屋顶快掀掉了。现在那个瓦那个美丽啊，通通都被台风吹下来了，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到瓦片，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市政府，我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我要修理吗？我不修，一下雨水就进来了，我修理要花20几万，我修理了，你要来拆我房子，你补偿我10多万，我去哪里呀、啊？中华民国政府啦，我们小时候读书啦，啊、哦，国父有讲过，住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呐、啊，这是三民主义哎、欸，是不是？我们现在百姓是什么样子啊？我讲实在的，啊、哦，你政府，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啦。啊、哦，你今天要那个也要跟我们协商，让我们了解说，因为怎么讲，我们就是没有地方，没办法有好的条件去外面，我们才居住在这种环境。那你要把这边高雄市建设起来，那我们这个弱势的，你是不是要来看要怎么
安排我们到哪里，啊、哦，让我们住的方便没有问题，啊、哦，不要让我们说，我去到那边可能三个月完蛋了，我就像路边乞丐一样，我到时候我讲实在的，十几万花完了，我带着孩子是不是就跑去公园了？真的要把我们逼到这样吗？赖阿赫也是这里的住户，当年他存了好久好久的钱才能盖起这间小房子。啊，欠欠的，从我来弄个家里，啊，怎么在自刷着讲，伊要赶，要拆，啊，怎么要拆？伊就搁要搞安安置对无？啊，怎么安置？我嘛是爱，伊讲安置一年了后，伊就要搁搞，要搁了后一年过，要租一个月三千五，啊，搁三千五我着负担吗？因为我怎么这摆脚也袂做，也袂当做工课啊。伊讲伊若莫来甲你赶，我就较袂烦恼啊。啊，即摆要跳走，就烦恼啊。找厝伊都有讲要甲我安置啊。你本来讲安置伫个草鞋啊，啊袂歹都。啊，伊就讲即陈天球哦，原来要先煞有去因吼。啊，结果陈天球伊就想讲伫个遮有甲因自救会吼，伫讲。在讲啊，伊就讲无爱遐尼紧搬去安尼啊，啊无爱遐尼紧搬，伊迄落建工厝就无爱互我，就唔爱互我搬去啊啦。两层楼的小房子是赖阿赫和陈天球集资盖起来的，不愿到政府的安置处所，不仅是因为对房子的不舍。还有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彷徨。站足久的啊，站足久的，陈天球讲啊，无来，才大家拢去吼，啊，咱才去起来吼，安尼来就唔免厝租啊，吼，我想安尼嘛是好啊，吼，安尼套房的也唔免厝租啊，吼，啊，结果即马甲你安那，即马拆啊，即马伊要搞安置，啊，安置遐一年讲免钱，啊，免钱了，佫一年过嘛，伊讲要收阮三千五。啊，我嘛是搁负担三千几块，嘛是负担吗？年轻时急于工作赚钱，也让赖阿赫留下了病根，脊椎受到了压迫，使得他无法出门工作，生活的开销一直是他的烦恼。都腰骨啊，腰骨退化吼，啊开刀啊。啊，进前就跌到身边啊，啊，即马跌了伤久哦，啊，这只脚哦无力啦。拍拍狗儿，赖阿赫还是希望能够留在这里。啊，都卖搬上好啦，对无？啊，到尾搬都，要怎讲合理啊？啊，伊赔偿看有法度讲介绍赔较悬的无安尼啊？啊，无像我这样也未讨未赚啊！啊，这摆脚电动轿啊，是要安怎做工课也未做啊。较早都乌白做，拢在伫摒扫啦，去用摒扫安尼啊。啊，即马路尾未平啦吼，啊，我都去甲政府申请迄落低收入啊。啊，即马低收入都7400几块啦。啊，即马7400几块，啊，什么这种的拢爱顾腰骨，爱买药啊吃。啊，即马买迄落顾迄落钙质啦，什么顾什么的，我一个月买药嘛爱吃3000-4000块啦。啊，伊就甲我补迄落低收入7000几块，啊，我后手就剩三千多块，啊，三千多块，我就
去病院啊，病院看护费啦，有当时啊去重症骨科的迄一逝去哦，那七百几块挂护费呢。啊，有当时啊五百块，有诶四百块，哦，安尼都嘛无钱啊。啊，你想安尼有艰苦过无？他是陈天球，在来到拉瓦克之前，他也曾在其他地方买下房子，原以为一辈子能就此安定。我原在屏东人，啊，迄阵都食头路来住伫中川，啊来买一间破厝啊伫遐，伫蒙阿波，啊都有等于讲伊也要做工，甲阮迁走。啊！伊要甲阮迁走的时候，讲讲，恁大家安心，我会找一间合法的，啊，一间接迄间，迄间接迄间，安尼，互恁收接收接，互恁安尼收接，伊啊，一间接迄间，大家拢会当得到保障，吼、哦，恁安心啊，等。啊，阮公公有影，阮真正拢带转来，到时阵。怪手来，就甲阮徛。我讲讲，哎，慢车慢车，市长有答应阮的，吼、哦。伊讲市长的见面伫对搭，无嘛用嘴讲的呀，用嘴讲就好。真无想徛到了。闷热的小房子是陈天球的全部。当年他曾经有过铁饭碗的工作。但年轻的他以为换工作能有更多的收入，却没想到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四十几岁，迄阵啊吼，一个日商来伫基隆迁家，啊，我还会晓驶这个吊车，我伫中村驶吊车，我有牌的，啊，我中村一个千块五十。一个日本人吼、哦，我要请一个会当千工的吊车，我要请我请一万，薪水一万，哦，连跌三千，加班搁另算，有安算算一两万块咧。我听到安尼吼，我着中村这边，我着拜托我的朋友讲，我去一礼拜若无转来吼，你着加班离职。啊，我去的时。伊说唔敢甲我办啦，啊！我去住日商遐吼，住两个月啊，我就转来啊。为什么呢？就是日商已经无趁钱了钱，啊，请无人，所以讲伊薪水提较悬。啊，我唔知影。我去的时候，阮迄个经理就甲我暗示，讲你中船铁饭碗，你太无爱，你太要走来这私人私人是靠袂住的安尼。啊，讲啊，我真。啊，少年会拼，哦，较侪钱，我爱来赚较侪钱的啊。伊讲未必是较好安尼啦，伊是较暗示安，我听无啊。结果一个月到啊，过三四天啊，我讲太无领钱，哦，我就问我的厨房的，厨房讲我十几个月无领呢，你我呢？我那个经理甲我讲，伊八个月无领啦。啊！我问个那领班呢，伊讲啊七八个月无呢。啊，我答袂安怎？我呢经理讲你安尼啦，看破啦。公司若有入钱，我先发一半给你，啊，你先等，过中旬看会当几百买，啊，过复职。啊，我这当摕一万块等啊，拄啊发有钱入钱，我领一万块啦，啊，我就等来。等下要中旬就袂当入去啊啦！伊讲你是空降轮，袂当过入去。你若当时你要办离职，吼、哦，安尼会当过复职。啊，你唔是你无办公司，甲你切一个咧空降，切一个你袂当过入来。啊，到迄个时阵就无头路，啊，无头路就乌白做啊，吼、哦，安尼啊，一工过一工。Thank you.
因为人生的际遇，他来到拉瓦克，买下了地上屋之后，陈天球还重新整修了房子。一张用日历纸写的让渡书，证明着他是从何时在这里定居。大迄个八十年时，有阵哩，甲阮拆厝了后，我也无对住，我就流浪来遮。我八十年就来遮，遮迄个我甲买迄个人，还搁伫遮咧，一足破一厝。八十年，十几年，开办办户口，迄阵该买是买八万是无写用，嘿，安尼讲讲尔，迄阵都大家有熟识啊，吼，大家带做伙啊，伊带伫遮，我带伫迄边尔，大家有熟识。这些年来，陈天球保存着每一张缴纳税金的收据，但留下这些文件却不能保证他可以在这里安养天年。然后我问去申请门牌，我阿达入户口，好，阿入户口到一百年后，政府定讲风牌官签不好看。定讲要拆，啊，为着讲要配合，就讲要还伊好看。我将我所有的钱，佫无够，佫加伊借，按拆来起，一间开六十几万，到要七十万。我这地基吼，拍六七千呢，我按说讲啦，会当继续大，会当佫塌三楼四楼，所以讲我这地基拍足深的，拍足深，我。有去起，去带迄个起厝公司的，我对起厝我该知影吼。我所无咧多的拍足深的地基入去，后壁只条啊吼，伊后壁一岩壁草遮悬，我请人去挖，用个哒哒哒哒个在挖，挖只条啊，它钻入去，它铁那个烧了，啊那个孔安尼悬起来，孔头安尼悬，啊个地基，这会当起到五楼的啦。啊，是袂到我拄啊起好一年后，伊讲要来解体啊，加上一百年，来讲要来解体啊。啊，我一百年正月起，起到四月，起三四个月才好，伊七八月讲要来解体啊。啊，即马想，你要解体啊？你也无含我讲条件，当初是讲我配合着你，为着要让这个环境较好看，我开这个钱落啊。你也无想讲要安怎，甲我讲拢无，关门就是只想讲你限你到当时，你爱搬走爱拆，伊要征地，伊关门进前来拢安尼呢。迄是尾啊，他有讲要补偿你偌济进前拢无呢。不合理啦！伊即马一般，因一般这厝吼，是拢挑啊菜地土面尔呢。我这是拍地基落呢，我这间开六十几万呢。啊，因咧开几万块啊尔呢，因咧干呐挑啊围到啊茶啊咧啊，迄个铁片钉落。啊，我这是拢纯铁的呢，你看嘛，我安迄个电动门呢，这遥控的呢，哎呀。我玻璃门，我这内底拢有消音的迄落的设备呢。哦，我开遮侪钱落去，你我搞过十万块啦。伊讲大是头一年免钱呢，第二年爱三千五呢。啊，三千五你爱甲水电，啊个啥物话有诶无诶，吼管理费。啊，我即阵。七八十岁啊，我才有迄个能力，我都食饭都无够，我靠阿扁啊，我诶三千块在度日，你
搁六一个三千块嘞，啊，我要对摕来食。啊，这十万块是当食偌久？你上无爱搁讲，我带无钱诶。哦，我真无能力当个趁钱啊。哦，你若会当我讲，哦，带无钱诶，哦，啊，我一间行李无要紧，对无？你毋是嘛？你坚持讲，安尼上优惠诶啊。伊，阮每一摆开会，伊拢唔甲你讲这呢，伊个依法行政呢。你要开发会使啊，我咪要让你啊，要行你啊，哦，因为阮有立地契税的呢。我若甲你承租呢，我毋是甲你侵占，伊以前公文来拢讲我甲侵占呢。好，啊，我甲你立地契税、立承租的时，吼，你也无讲当时起甲当时止。啊，阮这个建设队啊，你才甲我讲，阮伊你地要用，要甲阮迁走。啊，要甲迁走会使，你爱保障我哪个有够啊？吼，啊，你讲迄个。迄个法就是安尼尔听，吼、哦，伊较讲就是讲，伊个法就是十万尔尔，袂当较低啊。后隔壁迄个喊伊大声，嚷甲遮大声，哦，讲你伊什么法咧？伊五万，隔壁五万尔呢？哦、我十万，佮每个月税出啊三千，十万能当偌久？啊，阮以后的生活是安怎？你拢不管客户啊？要看到彼此，好不好？我们先掌声，好不好？我们一样还是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在一起。无论怎么样，我都爱你，也是很爱我。在拉瓦克部落的聚会里，也能看见汉人住户的身影。陈天球也会参与其中。对于补偿和安置的办法，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甲讲，爱保险讲到阮有够啊，啊无你爱甲我安置一个所在，阮伫遮唔免出税啊。阮安勉强三千块，安尼佫捡一个，迄个破摊到下咧吼，安尼勉强多一个月啊。你若敢钱伊啊，阮每个月付出三千五，阮食饭要一堆来啊。即阵时机歹啊，一个人咧捡啊，捡无呢，一日赚无一百块呢。拉瓦克汉人住户所面对的问题。九月份来到这里协助居民成立自救会的陈永泽也提到他当时来到拉瓦克时所看到的情形。大概状况是他们第二次的市府，然后来跟住户的现场，然后跟他们讨论说，他们住户跟市府到底是这之间是要沟通协调什么。可是最后结果还是会变成说，只是一般的镇定宣导，只是说，那我就是按照原公文所指示的，我就是要19号、20号之后就要直接来拆你们的。因为他们每个家庭的结构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有一户他是只有爸爸然后跟儿子，那有一户是一家四口，那么有一户是三代都在一起，那么要怎么用同一个标准去跟他们说，哦，那你们今天一户就是几十万，那另外一户就是几十万，我觉得那不太够，不太去足以去弥补说今天他们是一个家庭的损失，而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房屋。
我是希望高雄市政府，如果在七户这么微小的情况之下，我建议以社会局的角度去进入，然后每一户去做家访，那么去了解知道说每一个形态是什么，那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我就可以带回去高雄市政府可以好好的评估。不然如果一直抗争下去，那个时间如果把自救会的抗争时间拿来做来让社会局去做家访，那么我相信这个结果会更好。